吃不准的吼，这五年来跟他无啥关系来的吼，但是呢，在灯会之后，我们云林县民的观光感已经大幅的跃升到79.9%，将近80%。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呢，再再的证明，2017年台湾灯会所有云林县民大家共同参与所获致的那种光荣的感觉，已经写下历史的记录，由衷的感谢之意。那灯会过了，并不是说它完全就消失了。其实我们留下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些影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文物呢继续都还在展示之中。你在恁闽南省看到外口吼这个关渡头前这个公园呢，都还有很多我们灯会所留下来的这些灯组呢，在那边继续的展示。北港的部分呢，它最近在结束这个金箔的钉子对了哈。那我想全台湾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他们也都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这是一个灯光的这个响宴所以很多摄影爱好者在灯会期间里面，他们也到了我们云林县来捕捉这些最美丽的一些影像的记录。灯会哈摄影展评选的一共有1600多件的作品，这个作品的数目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把它呈现出来，经过我们聘请的专家来做严格的这个评选之后呢，我们选出了一共有74件优秀的作品，其中金银铜牌各一件，另外优选的作品呢有10件，剩下61件呢都是佳作。今天我们特别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来对这些入选的作品呢来进行颁奖典礼，谢谢各位摄影的大师们对2017年台湾灯会的一个贡献所做的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一些回忆的这个资料。好，掌声的镜头，谢谢。好，掌声鼓励。